迄落阿拜个诸天神像哦，迄个牌子较俗，诸天神像，啊，遐较早悟空，遐感觉诸天神像是一个，对一个，就是孙悟空，齐天大圣，加迄落齐天大圣，哦，伊有神嘛，啊，所以后下就交伊做伙。啊，后来呢，互我去慢慢仔研究了，互我了，哎、欸，毋是呢，吼、哦，这诸天神像吼，做济做济做济，吼、哦，咱安那看，咱安那算拢算无，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因为咱来看吼，咱对即个天吼，即、哦這个天诸天嘛，是做济天的即个神像，啊，即、這个天呢，所有的宗教的对即个天的界定无同，比如讲咧道教有九重、九重、九重天，啊，佛教咧有三界。十八天，哦，啊，四进三十三天，啊，咱个道场嘛分做三个天，哦，就是理天、气天交上天，哦，啊，咱只要咱来想看嘛，只咱来安尼想啦，只要是所有诶神仙，只要伊对咱诶众多诶迄落普渡修行诶大师有帮忙诶，哦，因为咱迄落咱面个祖师江天华，哦，啊，只要。对咱即个要修理即个三宝普渡的大师咧，有帮助的遮个神仙吼，遮个神明咧，咱拢爱去呾感恩，吼，咱拢爱去呾礼拜，吼，啊，后项咧，着按照咱中国的三个大宗教来交大家参考一下，吼，对即个天，吼，啊，即个天呢，伫各个宗教着像一个阶级共款，吼，比如讲你啊。像迄落道教的，吼、哦、道教的，像迄落啥物土地公啊，啥物王爷啊、元帅啊，吼、哦，因咧因为因迄落在世时阵有做好代志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咧人就帮因捡一个迄落神像，啊，就开始来拜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咧因咧就是你啊做较侪好个代志，吼、哦，伊就是伫即个天。吼、哦，伫即站，啊，你啊，佮做愈侪愈好个代志呢，伊就比即个天佫较悬一级，对，交咱个幼，咱个迄落学校同款个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，吼、哦，所以有足侪天吼，啊，咱道教呢，差不多会当分成五个天，吼、哦，啊，当天呢，咱拢知影是三观大帝所比所，三观大帝是啥？吼、哦，就是咱个尧舜禹，吼、哦，咱个三观大帝，啊，咱三观大帝呢，交咱佛堂教。关系有做密切的关系是安那？吼、哦，咱个会记个，咱咧求道的时阵，迄烧迄张龙天表文的时阵，咱的下底就讲着，讲啥？咱即摆八卦路中所写一张叫做龙天表文，已经造成三观大帝，吼、哦，三观大帝，大家起去地府求命，天都挂个，吼、哦，所以咱求道的时阵吼，咱就是想着即个三观大帝的文。吼、哦，所以会当把咱的命吼对地府求命，啊到天道去挂，所以三观大帝住伫东边即个天。吼、哦，啊南天呢？南天咱大家拢较知，因为哈，伊个齐天大圣孙悟空就是伫迄南天门底下咧修的。吼、哦，啊所以吼、哦，这大家应该较熟悉吼、哦。啊，咱南天门呢是咱的迄个关圣帝君吼，伫遮咧主管。啊来呢西天呢是。是迄咱咧合佛的一个境地，啊是咱的世尊，吼、哦，咱的释迦牟尼佛伫遮咧，伫遮咧掌管，吼、哦，啊咱诸佛菩萨拢伫遮咧做修行。啊来北天的是咱的紫微大帝，吼、哦，啊中天的是就是咱讲的玉大帝遮咧在修观，吼、哦，所以咱讲哦，咱的诸天神像，天吼伫道教内底就分这五个哦，所以只要是伫这五个天内底，吼、哦，遮的迄个神像。只要是帮助咱弥勒佛做修行普渡的大事的，才会成佛。吼、哦，咱拢爱去来做感恩，去来做礼拜。啊，续落来咧佛教，吼、哦、佛教咧就分三界、二十八天、四境、三十三天。